读经，路加福音书第21章第50到19节，上帝的话。有人讲起殿堂是用火石甲所献的蜜来装它，迄是耶稣讲，恁所看见遐的蜜，日子要到，伫遮无一块石留伫石的顶面，也无扯落去。因就问伊讲：“先生啊，安尼什么时要有遐的事？搁遮的事要成的是有什么掉头啊？”耶稣讲：“着谨慎，免得受迷惑，因为要有侪侪人托我的名来讲，我就是基督。”搁讲：“时君啊，恁毋通去对因，恁要听见交战甲扰乱的事。”彼时毋免惊吓，因为遮个代志的确大生有，总是目期无临边到，就甲因讲，百姓要起来攻击百姓，国也要起来攻击国，地要大震动，也侪侪所在有饥荒、瘟疫，对天呢也要有通惊的想。大的神迹，这些事的大生，人要下手抓恁，捆住恁，将恁送到伫会堂甲监牢，也为着我的名，带恁到伫君王官府的面前。这些事要成做恁的感情，所以恁的心志要决断，无大生跨入要怎样分数。因为我要赏赐恁口才、智慧，就是恁的正对敌所未为低等辩驳的。恁也要和父母、兄弟、亲情、朋友计算，恁中间有的要和因害死。恁因为我的名要和众人万分，总是恁一支头毛也未失落。恁用吞论。得到恁的活命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我正道的题目是“早晚有一日，早晚有一日”。计划未赴变化，这篇讲道篇本来是顶礼拜就要打出来，因为厝内面人亲人前两礼拜确诊，大家拢需要精神甲气力来复原，才会前缘到今仔日。计划既然改变，不过需要是一直存在的。咱所讲的就是要有调整，早晚有一日。这句话讲得较白，就是早晚会拄到你啦。讲得较温柔是早晚拢会来发生。那是换口气，变得较歹声少，就是早晚会拄到你，好胆莫走。这是要看什么人在什么心情里面遇到什么人来讲的。我有一个很厉害的大我四年的学长，他捌患到两款癌症，医生讲他剩两冬的活命，他就向上帝来祈求，希望在这两冬里面尽力来服侍主，努力照医生的指示来调整家己的生活甲饮食，真紧两冬过去啊！过两冬，一直常常伫病院内面传福音、做见证，教人弹乌克丽丽。伊活到今仔日，已经过14冬啊！是伫这个过程中，伊的牵手，昨昏过身啊，安息伫主内面，因为前几年。因太太也患着癌症，最近一直拢是伊手术后无稳定的消息。我看到我的学长，一个拄拄开始做牧师的人，用圣经以及扶持圣人的态度来安慰这些关心因的人，我真正为伊感觉欢喜，也为伊感觉烦恼。欢喜当然是因为伊的家庭。虽然遇到这款的失落、悲伤的大事，犹原我靠主来接受事实，
继续来服侍主，感谢主，感恩主的救恩，带领患病的牵手返回天家，好亲像无发生什么代志一样。的确，伫相信的人，这是宝贵的救恩。这个信心，相信咱的亲人所返回的所在，是伫天顶上水的所在。不过，让我担心的是，基督徒没有表达出来的，因为爱顾主的羊群的信心，所以必须要温从内心的痛苦和无聊，同时也可能对上帝的怀疑和不满。虽望事实就是安尼，早晚爱发生的代志，真正发生啊！今仔日圣经所讲的，是主的启示，是伊还佫伫地里地面上的时，甲伊的学生，也甲咱遮的相信伊的人所讲的，将来一定会发生的事。这些事有的已经发生了，有的照着时代的发展，也照着发生的所在和范围，一项一项来出现，也哪来哪做，哪来哪看。意思就是，日子早晚会到，不过要封闭，不通受威胁。咱的心也莫过度的惊吓，希望咱伫信仰内面受到教导，基督徒一定会拄到迫害。也可能遭受万分，不过主一定会保守咱，赏赐予咱抵挡的毅力和长命。主的应允就是，伊讲，恁一支头毛也袂失落，恁用吞忍得到恁的活命。这个活命除了是地上属地肉体的，搁较重要的是，搁活了后的灵体的活命。既然咱唔知，第时主会搁再来，这其中所提到的、所讲的，就会是历世历代，咱每一个信耶稣的人，拢通听甲顺从的原则，帮助咱来面对咱的各款的处境。伊就是，唔是单单为着末日的需要，讲较白一撮，讲较白一寡，咱伫咱的生活中，也会拄到亲像这款的处境。和咱通对这段经文所教示的来得到智慧。有人讲，那是天下太平，日子就是欢欢喜喜来团契，快快乐乐上天堂。咱伫信仰团体内面，甲兄弟姊妹三甲交陪，同齐伫主内面，伫主的欢喜内面，享受主的平安甲稳定。不过，人生那海，会唱起波浪，有时一日起落就三层楼啊厝遐尼个悬。迄是咱真正需要上主的帮助甲保守。同时，那是有教会内面关心你的集体来扶持带导，日子就较袂惊吓孤单。因为咱拢是伫肉体内面活的人，身躯的限定。拢有伊个时，不过咱伫圣经顶面也有看到，主讲伊就是活人的主。伫伊个面前，咱拢是伫活命个内面，天条救恩，徛伫主个活命内面，咱就袂话往灭无内面去。因为伫咱内面呢，是永远的活命，这个活命是主耶稣用伊个命甲咱交换来的。主有甲咱提醒，那是有未晓的细节，咱就有可能会对因来去相信。因所讲唔是基督的迄款的假话，煞来相信遐个唔是主启示的。你讲怎会有这款的代志呢？有，因为主已经讲啊，为着真心相信主耶稣的人，主早早就提醒咱。也提醒咱的牧者，封闭假的教师、假的先知。在咱的生活中，咱也要封闭、要注意，不是所有讲基督、所有讲奇妙见证的人，因的话就通相信；也不是有名望、有地位的人，因所讲的，咱就要照单全收，全部甲伊相信。咱需要伫这个信仰的群体内面，辨明因所讲的。
以及这个有三星影响力的这个人，这个人，因的生活，因活命的轨迹是啥款？咱所见的一定是有限的，就算信仰群体也无一定拢通看甲交臂。哎，为什么会安尼呢？教会中这个状况是常常有的，咱教会真需要认罪悔改，来脱离这个目睭无明的状况。好，就算咱的信仰群体目睭无光，眼光无明，咱也应该爱有信心，相信听咱的主，伊一定有办法显明这个有影响力的人，也是这个群体，因所讲的、所行的，是毋是真，会有问题？咱需要谦卑，快快来听，也应该顺探主的仆人甲牧者。不过当时，咱也需要祈求，伫主的面前听候，唔通急性。这是咱的本分，是咱的态度。在咱信仰群体内面，总是一定有智慧的人，有观察力和理性判断的人，通照着圣经的教示，咱通照着谦卑祈祷，咱的心挖靠主，用常识 （common sense） 来判断，主一定会帮助咱看出有问题的人，看出有问题的事。咱就通避免，袂会受到即款有迷惑影响力的假的害啊。另外一方面，咱知末后的日子已经哪来哪往近，已经有真多现象显示，即、這个世界就要伫往即个方向来去，毋是用行的，是用走的。但是咱心中也已经有注意到。主的话就是勉励咱，咱永远应该照着咱的生活的本分来过每一日的日子，时时来跟对主。主要搁再来，这是一个日子，这个日子伊也未来到，所以这是怎样的一个时代呢？可能爱安尼看，讲一句话较白，就是主早晚拢会来了。不过伊搁再来进程。这些可怕的事，早晚拢会要来发生。但知主的口气，并不是用歹声扫来讲的。末期早晚会来，咱这些相信伊的人、属地伊的人，甲其他无相信伊的世间的人，早晚拢会拄着。主搁再来，这是真大的事，目前也未发生。但是主对咱的提醒，在咱的生活中。是有包括大小项代志，也包括咱今仔日早起发生的地动。照咱甲主三斗阵的经验，咱知伫生活中常常有伊对咱的提醒，有代志后来也真正发生啊！哎呀，真危险啊！重点是主信心也是有提醒咱。一般来讲，代志虽然可能会真大条，拢会有通。解救甲逃亡的机会，咱一旦来经过了后，就哪来哪会注意听伊的声，也会注意伫伊提醒的时，佮较侪来向伊来祈求，这就是伊提醒咱的好处。伫末后的日子，信主的人会拄到需要分手辩驳的时阵，有可能会拄到因为信仰和父母、兄弟、亲情。朋友来介绍，信主的人因为主耶稣的名，要和众人万分，并不是因为因有歹的言行。这款的代志对主上天以后，一直到后尾，教会历史上的每一个时期，拢捌发生过。尤其伫起初的教会时代，几百年拢是安尼。敢讲主唔知影吗？这是因为主上帝在各个时代中有伊的安排，是伊温准的计划，通被颁予信伊的人的特殊的安排。外口看起来是迫害，内面是相信的人的稳定。咱在咱的生活中，加加减减，
也有这款的经验，是主特别的安排，相信的人才看得出来。我来举一个咧，各位兄弟，你看是不是你有同款这款的领袖？有一个伫下港教会的姊妹，照教会引带参加两三个教会合作的幸福小组。这位姊妹特别拢用心来准备茶点啦、食物啦。几拜了后，伊本身的教会小组就有人甲伊提醒，爱尊重官兵，要尊重权柄。那是无经过同意，卖主动提供这个细项的物件。这位姊妹，伊一直拢是有真热心，除了去邀请这个也未信主的朋友来参加，阁陪伴几个小组内面的人，甲因的家庭，陪伴因来解决因生活中的实际困难。这个幸福小组的小组长是另外一个教会的人，在大家的面前，甲伊夸奖，甲伊欢乐。不过，这个姊妹竟然无意中发觉，小组长伊伫姊妹帮站过的人，这个人中间讲一挂无实在的消息。伊讲，伊是有目的的，讲怀疑啊，伊是要偷看查甫人的歹查某。最近搁伫姊妹所属教会的牧者遐，讲一挂有诶无诶歹话。这位姊妹当然真伤心，当伊来问我是毋是爱继续参加这个小组，伊实在真正无当了解，这个代志竟然会发生伫幸福小组内面。我除了要伊自保，保护伊家己，请伊甲伊诶翁婿留心。人甲人中间的界线，也提醒伊，这是人性中的怨妒心理。迄位小组长伫众人面前所讲的，当然是真心诚意的娱乐的话。不过，伊连家己心内面的想法，伊的心理，拢无当好好来处理。所以，原始人啊，就会将原始人的心理哈、啊，来表达出来。既然参加幸福小组，这是主来引出的，咱就继续靠主来做应该爱做的事。我提醒伊，找时间将伊过去已经为主所做的这些事，在可靠的第三人在场的情形下保留记录。若无人来调查，咱就继续安静服侍。若是有牧者来问，咱也通。有支持咱人品行为的证据，人就知影咱这做人是安怎啦，毋是迄款讲的啦。这些事其实主已经有提醒咱，咱拢有进退两难的困境，有袂当解决的问题，在咱的生活，在咱的生命中间，咱到底爱怎样去面对解决呢？原来主耶稣伫克西马尼园内面。咱的主，伊就用家己的模样，已经按咱来显示啊。咱应该爱怎样面对上帝和咱的使命，通达成，保全咱的永远的活命。咱又要怎样来面对家己身躯可能灭亡的危险，亲像这般的困难，这般的两难，咱到底应该如何来面对？咱通幸困。来向天父表达咱的情绪甲感受，咱的痛苦甲忧愁，咱的烦恼甲不安，因为咱处伫肉身，圣经有勉励咱，伫主的面前，咱的软弱就通照所伊应允的来承接主的大快乐甲安慰，迄时限制就无阁是限制啊。除了诚实来面对家己的不足和困难，主耶稣的表现是啥款呢？咱通亲像伊所做的，要来亲近来祈求天父上帝，甚至是向伊来大哭，来争取活命机会。但是上重要的
是爱亲像主耶稣一样信任甲交托天父。这牵涉到咱平常时是怎样甲天父上帝来交往、来交陪的。咱看主耶稣伊的安全感，互伊伫逐款的人中间，拢通安然无事。不管是疼伊的人，不管是敌对伊的人，有的人讲，咱的主耶稣对天父是无少界线的。我感觉这容易予人误会，咱这个相信的人对主耶稣的态度来描写，上好的形容应该是以全然顺服，以全然顺探天父。咱三甲阿头来祈祷，天父啊，阮众人知你有疼阮，你疼阮疼到你将你的独生后后生。咱来主耶稣基督为阮来定十字架，将你所陪伴的活命，永远活迄款的活命，赏赐予阮。阮通通过相信接受，阮众人真做天父上帝后生，通得到主你的活命。主你搁赏赐阮信心，将你的保守甲平安予阮。阮众人求你，予阮众人的生活，通脱离欠缴佮欠用，通脱离死无的阴暗。主啊，求你医治我的心情，使阮有够用的气力。求你使阮众人信心的充满，时时来灌压，予阮通倚靠主你的疼来彼此相疼，听阮众人的祈求。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